这边这个活动，我感觉足好个啦。借着这个活动，予咱各堂区去，各堂区去用心去发掘、了解自己的历史。过去吼，过去咱接受官方的这个版本，就咱甲你讲，像阮西丽甲你讲，啊，恁西丽就是1905年开教的。但是我即摆去查查咧吼，去找很多的资料吼，结果发现诶不一定对呢吼，不一定对，因为我查了以后，就是说西罗在天主教在西罗开教有三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在1982年，那个高希能神父啊，伫咧西丽成立一个团。传教的祭典，啊，祭典是由一位新教友吼，这个所提供的，啊，这个道理厅吼，那个道理厅是在西楼的街尾，所谓西楼的街尾就是延平路一直往西，就是在现在的普新，你普新咩啊？哦，这是伫咧普新咩啊？但是说，后来我查了说，这位教新教友被仇教者绑架到山上，啊，那高神父知影，随时召集一批人去营救。啊！当时为当神父赶到时，这个教育已经被杀死啊！啊！在咧日据时代吼，日本占领台湾这个时代吼，日本的军队跟台湾的百姓拢持续在发生冲突啦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避免，所以传教工作就中断了。这个第一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呢，就是1903年高神父又再到二轮港后去传教。啊！至高神父，我去查迄个足侪本即摆人写的册吼，内底有高神父的日记，伊日记写有记到这段，有记到这一段，所以有一副理性的居民接受信仰，领取归主。啊，后来佫经过足侪所在去查证哦，这个理性的家的居民哦，确认是叫做李培。叫做李培哦，啊姓名，佫有姓名哦，姓名讲马道，啊后来查起来讲李天一神父的爸爸，啊李培兄弟应该是二轮啊第一个教友，啊当时呢，当初因为我们台湾还没有划分教区，所以规台湾才是一个干部区尔吼，所以当时会讲西丽开教是伫咧1905年，就是因为1903年这时，伊哩可能西丽甲二轮啊各自独立，这是我家己甲判断的啦，应该是安尼啦，所以一直甲咱嘉义教区正式成立干部区，才将咱哩19号吼，咱哩台19线19号义东甲归入西丽县等。以前没有这样划分，所以以后就讲港口、油车、永定这些所在，这些部落拢划归做西罗塘。这是咱嘉义教区成立这个干部区了的迄个整个区域的划分吼。啊，这个就是咱拄只讲叫做李培，啊，就是李天一，捌听过李天一神父无？这就是李天一神父的爸爸。哦，这个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啦，可以确定的吼。啊，第三个版本。是咱即马教会，咱所有伫咧咱家己教会看到的第三个版本，西丽开教士就讲，伫咧1905年的秋天的时阵，啊，当时担任树仔卡天主堂的本堂神父叫做洪神父，西班牙籍的洪罗列神父，啊，伊感觉哎，西丽是一个足要紧的所在，我拄只讲的是各地货物集散的重要的地方，所以感觉这个所在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足重要的所在，所以才派。迄当时迄个团就是叫做林德发先，咱讲较早拢讲德发先咯，来西丽这个小学堂团教，啊小学堂即马就改做浸淫礼，就是咧西丽交流道落来，迄种叫做浸淫礼吼，第一遍就是咧遐团教，啊，咱就看到第一号教育叫做廖翁甲钟世香，这个廖翁就是阮阿公。啊，钟世香的我阿妈，啊，我较早拢以为说我们是西罗第一代教，结果不是，应该是李皮，应该都要讲个李培，迄才是第六代教友。啊，即个咱知影讲，和咱地图咱知影讲，我本来小学堂迄个所在，空余口迄个所在，就是迄个第一个迄个关了咧，即个步道所后来才传对即个所在来哦。
哦，即摆互咱看到这条线，这条线足久的吼，即、這个我统一号啊、红号啊，即个叫做中四线。其实这个所在有足侪咱的人哦，小可知甲标示出来，有的人还在哦，像那个金昆诶，鸟听昆山有无？看到顶面有听昆山无？啊，有看到鸟川湾无？有无？那个这个都还在，现在大概70、80岁哦。啊，即摆上下骹苦咧吼，恁即摆看下上右边迄个吼，迄我解释讲刘令旗哇，刘令旗那个现在前一阵子是云林地方法院的院长，后来调到司法院的刑事厅的厅长，那个那看安尼啊，唔加搞唔加搞，即摆做甲司法院行政厅也听到，迄、那个三个教育，空一口啊下骹有啊，啊较低迄个吼。大概这个是很古老的一个照片。好，从在振兴里那个开教又经过差不多，你啊报道差不多十几年、二十年有啦。但是咱历史嘛，甲咱记载哦，客团干那三户教友尔。我们家还有另外一家，还有另外一家三户啊，所以当时迄个德化镇感觉这安尼不好，这个所在无啊，亲像圣经讲的啊，鞋啊土粉卡下来，要来别位啊，小学堂就不好啊，怎么呢？开始来西里街啊租厝，对中山路、延平路租三遍的所在租厝做报道所，后来伫咧中山路迄时阵吼租厝迄时阵，迄改做张俊卿。团道就是迄个张清尊子女老爸，所以迄个张淑尊修女就是咧西里迄个鸡仔头遐出世的，哦，这个都很清楚的事情。啊，一直传三十几年以后，伫咧1937年才买这个地方建立临时的圣堂。啊，当时教会已经有大概有教有40户了吼、哦，大概安尼。啊，伫咧这个买土地进行国一个历史，甲咱讲一下，就是讲。当时西班牙神父感觉讲，啊是安那，太拢传教拢传袂行，所以后来因想一个办法，连续伫咧西里吼，这个所在举办九日的大敬礼，然后每一日拢甲全省上界高讲话名嘴拢请来西里，啊大舞台去里啊讲道理，然后十字架大游行咧加路游，哎呀，真正有效呢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咱感觉讲，这个活动吼，这个集会吼，大型的集会，叫高讲道理的人来讲，原来是有效。所以西里传教是因为安尼才拍开迄个夹，本来拢传无。哦啊，后来即摆咱接这个讲，就讲后来咱这个所在起小圣堂了，啊，咱无神父，所以那大的占地吼，拢爱对这个所在。哦，这个是咱即卖圣堂的所在，对遮吼，行差不多7.6公里去树啊卡。阮囡仔时代5、6岁啊时阵，拢天未光，车5点时阵，迄阮阿嬷就叫你起来吼，啊，缓缓的就用行去树啊卡，准备要参加弥撒。所以我有当时一直想讲，咱即卖到去出门吼，无学倒嘛有车吼，啊，搁咧嫌讲安尼麻烦。用行的哦，啊，较早轮背可能阁行较远，后边后抓轮背才甲恁讲哦。对，轮背遐行溪岸路，行起可能10多公里，啊，为着收站咧，大家拢行10多公里。哦，就是这个路程图哦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啊，这是西里拄则讲第一代的这个小圣堂就是安尼哦，就是这个小圣堂，所以那个时候还保持叫做天主公教会哦，咱上传统的名叫做天主公教会哦。这第一代圣堂，这当时的这个传道先生住的这个房间，啊，这栋是较早神父住的宿舍。好，啊，你们讲。甲1957年的民国46年，这个所在才有神父。啊，第一个神父就是这个涂神父，涂秉承神父，伊是台湾第一个神父吼，台湾第一个神父。啊，神父涂神父接任这个本堂了，真正啊，真认真传教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啊，拄好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就是讲咱美院的物资啊，足济。所以借着这个互相配合，开始啊，咱开始这个西里圣堂开始。把这个基础给打落，把这个基础打落。啊，后来土神父伫咧西里就任了，
教育足济足济足济啦，啊，上届济时阵吼，捌三四百个，是真正吼，迄信同我像即马轮回安尼坐袂落啦，啊，即马无法度啊，啊，所以信徒怎啊讲，迄、那个小信徒无法度用，怎啊打，怎啊去，伫咧伊做敬虔的时阵，甲主教，甲迄阮古主教申请讲要起神圣堂，啊，主教同意了，伫咧1965年动工去兴建大圣堂。迄个时阵吼，咱即马啦，新路过金庆，咱阵好像没有什么吼，因为太济啊，啊过一金庆也没有什么。迄当时吼，迄土新路咧过金庆，阮还阁囡仔时代，迄阵啥，差不多应该是，应该是十几岁啊。迄时，迄感觉，迄规台湾省各路的人拢总来，啊办道安尼吼啊。啊！新妇奉献，新妇把迄日所有的奉献哦，拢提出来做起信堂的基金，所以蛮感人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后来就是起应该讲是起信堂咧，即嘛边仔条路遐吼，第一起间信堂哦。啊，本来小信堂在即嘛活动中心遐，啊，老小信堂留作灵修活动啊，伊这个用途，啊，这个就是土神路盖的圣堂，你看嘛，迄当时迄个珠宝时阵哦，啊，把迄个圣体干哦，拢有出去圣母游行，回来了了，圣体干哦，伫咧阳台，二楼阳台做圣体干哦，啊，边啊徛迄个就是我咯，应该边啊像边啊徛哦，一个人影的哦，但是我当时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。这一张照片应该是在林天柱主教的时代翕的，啊，这是第二代圣堂的内部情况，大概是这样。土神路伫咧咱西丽圣堂大概有18年，当了18年，一直到他后来因为中风，身体有不行，所以才开始退休啊，那一段时间是由那个毕神父来这边代理哦。啊，后来接续的讲啊，咱有这么多神父，有迄个严神父、赵神父、李在清神父、廖阮文固神父、阮梅山神父啊、赵世宇神父啊，最后今嘛目前是咱的徐景山神父。对，2007年啊，做到这阵哦，应该在。每一位信徒啦，拢为这个教会做出足大的贡献啦，吼，足大的贡献啊！嘛，咱会使讲西丽圣堂百几年来哦，拢是这个西丽寺院这个所在的这个中心啦。啊，讲到这吼，咱有看到头前摆两个物件吼。等下咱休息的时间，咱会再来看吼。有没有看到两个？这个是主教的帽子。礼冠，拄只咧讲土神父的时阵哦，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日本不是打败了吗？所以所有的日本人要从台湾叫他们回到日本去。当初在台湾整个台湾叫做一个监牧区、干部区，啊，有一个主教监牧，叫做李协浅次郎主教，啊，伊都要去用遣战回日本了。啊，所以伊把迄个代理的权利交予土神父，交予土神父。啊，伊甲讲送土神父两项物啊吼，就是两顶主教帽啊。啊，因为当初我一直从小时候开始一直伏祭到。当兵回来再服祭，后来土神父说：“安尼歹看啦，你都比我较悬啦，搁服祭安尼唔好。啊”啊所以跟神父也是蛮接近的啦，所以伊特别甲我讲哦，甲我讲这两顶帽爱历史，所以我特别把那神父后来生病怎么样，我特别把那甲留落。应该咱有当时咱当区足济咱的文物哦。咱拢无用心、无注意，就是怎啊甲毁掉？有当时咱可能一般唔知高雄，这两顶帽啊，都安那旧旧破破吼，啊，就做笨手甲不掉伊啊吼，有可能这样。啊，但是你看这两
两个主教帽，其实不管为整个台湾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。他是当初都在讲，是日本的主教要撤退，要回去日本的时阵，把这两顶帽啊亲手交，叫土神路代理台湾的主教干部，啊，把这两顶帽啊送回做纪念。我会记得当时是安那安尼，当时土神路破病退休了吼，伊有当时啊人讲老人囡仔性啦吼，有当时啊伊拢把摕这帽啊摕起来滴咧安尼吼，滴咧啊蒙神啊，我来搁再敢问安尼吼。爱讲这两点的历史就安尼。后来这个李学谦次郎吼，伫咧1979年被若望保禄二世改祝圣为枢机主教，啊，无几年前才蒙天主恩召。哦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两点帽子，特别把它弄出来啊。啊嘛，足感谢吼，本来这保存无遐好，啊后来拜托咱。最尾啊，教育马超哦，伊爸爸即马都过身了。马超弟兄真正足甘心的，义务间做这人的展示过啊，拢免钱的哦。我们是要公开感谢我们的马超弟兄哦，可以让这个两个很重要的文物一直可以保存下去哦。这是由咱知咱等下一档出来看哦。好，啊，搁过来就讲，其实西罗有还是有一些圣招啦吼，啊，当然有的不是我们自己栽培，但是毕竟是西罗的教友啊，就是有李天一神父嘛吼，啊，然后有李素贞修女，啊，有廖金常修女、廖玲香修女啊、余素琴修女、萧瑞凤修女，有出这的圣调，有出这的圣调，好啊，简单介绍一下李天一神父，这是台湾第二位本土的神父，第二位本土的神父哦，伊是伫咧出世伫咧港澳，啊，这个神父哦，你也看足缘投的吼，很足缘投，佮足巧，伊是去日本读册，到日本去修道，然后在那边住圣的吼，啊，伊伫咧了，1920年出生伫二零的港后村啊，祖先都真热心啊，继续修道，伫咧田中小学会毕业了，去1937年去日本大学留学。完成神哲学调，伫咧1944年9月29日，在日本东京来进读，祝圣为神父吼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全台敢那有三个神父，对讲土神父、李维天神父，还有李天一神父，这三位神父，三位本土神父。哦，啊，后来神父从调去对，然后调去台南，啊，调去台北、华山顶。田主堂做神父，或者田中，然后在斗南，其实。也许斗南教还是不知道，其实斗南第一座圣堂就是李天一神父盖的，对，李天一神父盖。后来当时有林少章神父丁丁可以给他翻修了，第一座圣堂就是李天一神父盖的啊。因为所以李天一神父盖圣堂哦，在斗南的时阵哦，是那因缘际会哦，才会有那个有一位李秀姐妹有没有？是伊有李秀姐妹是哦，徛起来我看者，本来这斗南的教友。啊，斗南的教友是安那变作西里的教友，啊，就是因为李天一神父的关系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因为李天一神父看讲啊，这个查某囡仔是啊，真好，真好立定，所以甲因哥哥没有好，没有主事，所以才甲搬去港澳，这是李天一神父在斗南的这个所在，后来去调去闽南，我这下无对，还佫有调去溪口。还有调去溪口圣堂，溪口迄个所在吼，其实甲咱斗南有关系哦。咱斗南是毋是一个叫做邱义前的教友？有没有？他是不是溪口人？伊当时这个邱义前这个家庭的信主，就是讲吼，当时迄个李天一神父拢骑一台重机，啊，伊较早人哦，家己无吼，啊，闻到迄个倒角发的汽油味拢真好，安那直直闻，直直闻，闻足久还搁咧闻哦。啊，后来为着要有李天一神父用重机甲载吼，所以邱义贤才甲神父足好，啊，慢慢才变成教友，就是邱义贤。所以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神父啊，但是呢，为什么？但是就是讲，这个神父真正李天一神父真正真巧。咱过去咱天主教咧出传，咱拢安怎？咱拢去找上善的传道力对无吼？无得较真嘛，嘛是安尼，去找迄破病、上山、上无路用，这不是讲唔好啦吼。
咱的方向咯。但是李天立新书记咧，古早几十年前，伊就想讲，应该向高层的做服传，该好嘅人，该有地位人传，这人那信搞了，伊的影响力是不是够啊大？所以他就是这样。所以他在溪口的时候，听讲拢甲遐医生啦，甲遐好养人咧博喏，啊，所以伊就安怎，属于一种大积分叫做雪茄是吧？哦啊，泡茶啦，创啥？所以后来是那鼻炎来死去的吼。他为了传教啊，就是为了要甲这些人博喏，啊，生活习性去甲因共款。所以我们觉得说，欸，他的想法是也蛮特别的。伊怎样讲？咱教会咱来关心弱小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那一群上面中高层的。如果有机会把它传进来，它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啊。后来真可惜哦，新妇伫咧39岁啊，39岁就死去啊，就死咧迄个伫咧做手术。真的 很可惜啦。当初我在说西罗在做九日大敬礼的写给的名嘴的报道的时候，他就是讲师的其中一位的李天立信徒。好啊，现在说西丽圣堂，哦，这样发展发展一个坎站，哦，在1995年8月23号啊，政府我被开掉了，政府我被开掉了。啊，咱虽然足济人打拼哦，认真要去阻止，但是过去哦，过去咱包括教会啦吼，包括咱教育，咱对这个咱教堂的三物，咱拢较无迄款观念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去用为着。落地人广告啊，咱都无人知啊！啊，经过几啊十年啊，才讲要甲你征收啊。其实伫咧法律上，咱已经站不住脚了，已经被征收了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发生这个拆圣堂的这个很不愉快的事情。啊，其实我感觉因为这个代志，让咱全台湾省的教会开始觉醒觉醒，说，欸，我们的自己的产物，我们要自己要去知道啊，要去保护啊。所以咱迄阵啊，我和钟生亮主席啊，我们几个人才伫咧咱家己教会才成立一个财产管理小组，甲主教报告，伫咧参议会通过，才成立一个财产管理小组，然后甲规教区的土地吼，我们当初花了很多时间去一块一块去看。看有去用吃的吗？啊，评估说这一块地还有没有发展的地方，如果没有发展的地方，就建立主教，建立公署，就把它卖掉。像有的在山里面，以前是到处都有那个一块一块的土地，后来咱就是教安用安来去整理，把整个教区的所有的产权土地，把它做一番的整理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因为这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，让我们觉得，欸，我们要做这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就是让咱知影，1995年8月23号啊，去有地方政府把咱拆掉的，当然有真济难过的事情啦吼。我这特别把一些报纸吼，把它剪下来啊，给它用咱看，这真正是。要20年前啊，吼，即个真正艰苦的代志啊，几年了？23年了。嘛，因为拆西丽圣堂，才有咱的夜间朝圣这项物啊出来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咱刘主教都刚发布，他还没主圣，他刚发布，梵蒂冈发布说要他要接加一教之主教。啊，他有一次就跑到我家里去找我，啊，就去商量一些事情，啊，后来慢慢，哎，嘛足关心这个所在啦吼，啊，后来，咱为着要鼓励西丽圣堂，因为西丽圣堂教育，因为这个代志哦，会使讲四分五裂啦，
啊！伫咧听了樊登牛，我咧笑讲，听了樊登牛，阮做主播的时阵，我定爱讲一句话啊。阮叫老主教来遮做主播的时阵哦，啊，主播咪杀掉哦，讲啊，无请主教来遮帮吼。啊，含主教算在内吼，啊，含囡仔安尼哦，家家咧剩十九个人，两道坐袂甜，那个时候很凄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惨啊！教友互相猜忌。啊！你这挖个老主教，你这挖上，这挖上，我咧互相猜疑，啊！你结家呢吼，非常悲哀呐。后来家在吼，真的还是天主圣神在领导的，啊，慢慢慢慢就恢复，慢慢恢复，而且恢复到现在，应该算还算，伫咧嘉义教区内底算是不错的一个堂区吼。好，但教友伫咧教区的牧长鼓励下，所以。刘主教为了鼓励西流教友，所以他发动，所以从黑暗走向光明。咱卖点点在黑暗的这个所在，咱来行向光明。所以叫咱对暗时黑暗的所在行到未山多天光。有的教友可能没有走过，我们以前是十二点开始在大林集结，啊，然后行去未山，行去家就要拍乌光啊，从黑暗走向光明。啊，即嘛，该讲安尼上忝哦，啊无七点半来行来到遐，我甲改做跨年。啊，即嘛跨年会教伊讲，啊活动足济，无卖啦，无咱做一台弥撒就好。啊，所以今年应教育的要求，我敢若八点半去北山做一台弥撒，九点半就回去啊。啊，我们再思考看看，这样好吗？就是我拄只甲咱讲的，咱。当时用走路走十几公里去收针，咧大家足热心的，啊讲哦，啊想忝卖，啊咱教育愈无要求愈放松，啊就愈无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几年当教区的传教的干部，一直觉得说，有的时候教友一直反映讲，哎，教区活动啊，这要创啥？迄卖。其实如果把所有的活动都删掉哦，我们整个教会就完蛋了。真正。你若拢总无活动，所有活动拢甲抽掉，真正教会就无希望啊吼。所以伫咧教育的这个大家合作以后，哎，开始起一间圣堂，起一间圣堂，这间圣堂是开九百万。迄个时阵嘛，同款叫阮来去募三百万，九百万尔咯，还是无地啊，是无半项，干空空就九百万，哦，我们募三百万，当初。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叫做王武雄，我们分批出去募。不像现在我轮回一个阵容足大诶吼，迄时无啊，迄时甲阮两个，按两个搁分两路去募。但是很感谢天主了，还是募了将近三百万了。去跟各堂去有关系的就去吼，有关系有亲戚那拢去募啊，赶快募遐钱出来，甲这间圣堂起起来吼，九百万盖这个圣堂。这样算起来很便宜的，现在盖都要几千万了哈。啊，即嘛，咱伫咧西丽圣堂，即间圣堂伫咧2001年十月新圣堂落成启用，啊，慢慢即个就恢复正常。啊，即嘛西丽圣堂吼，即大概教育是安尼啦，大概两百几个，就讲咱有咧有户口在啦，才两百几个啦。啊，属性大咧只条了百几个尔，一百多个，但是。主入天哦，咱主日咧进堂哦，进堂一般拢差不多像今嘛安尼啦。阮进堂进做，只要像今嘛呢，安尼花花啊，要甜哦，只要一百啊，较好的时阵只要百二。所以我刚刚说，西流圣堂在嘉义教区算是不错的，是不是真的不错的？咱西咱嘉义教区足侪圣堂，主日弥撒是十几个人尔呢？恁知无？有十几个人尔。唔知有一天你主日去梅山参加梅山的圣堂调圣地，你去都不用讲，你去然就去梅山看看，也许不到十个人，不得个无个十个。以前呢，因为我以前为着西丽圣堂要去圣堂，我想讲要去梅山甲无看哦，我去看讲，迄时赵树宇师娘咧做本堂，我去甲算算，我哇，这十二个教育尔，那是要补啥物钱呀？所以呢，
所以我说，哎，西德真的感谢天主，西德圣堂算还算不错的了，还算不错的哈、哦。尤其是讲吼、哦，赵世宇神父跟咱讲一句，伊讲吼，伊每一遍经过半年、一年来这个所在，他就看到生面孔。所谓看到生面孔，因为有什么？有新教育。一个圣堂若无新教育，基本吼，你这个圣堂真正无希望啊。因为我们老教会做啊。啊！你若无信教，入个头啊，像迄个伫咧北山雕像的时阵，主教甲咱讲的，咱一年六十个人离开这个圣堂，啊，若无十个入个补，啊，人就直直少去啊。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情啦，足真切的代志。三个圣堂还好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每年不多，但是大概都有十位左右的信教会进来。啊，所以安尼补来补去，可能阮三个圣堂的教育吼，较平安啦吼，离开也较少，就是不多啦，一年可能三两个尔啦。啊，微信两只安尼哦，我你才甲你分享，其实手啊卡信两我嘛定咧甲你讲哦，我手啊卡信两我甲调时都讲哦，佮较认真嘞哦，嘿手啊信两哦，迄边走边走足正嘞。啊，所以越来。我经常去晚上都去那边参加弥撒，有当去也看，迄越来教育越少，越来教育越少，真正是一足严重、足严重的代志，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看到，我们大概我们主日天都是这样八分满的，八分满的教育。啊，这规条，迄个，给咱看一下吼，就是讲，我拄则咧讲，我特别用这一张照片，就是说那个李天一神父的纪念的一个，他把。当初他回到他的故乡盖一个小圣堂，啊，最近圣堂已经大概安尼要害吼，啊，后来因足感谢因这家族搁家精修啊，伊有我甲安排主教去啊，甲因祝福吼，啊，哦，也特别拍那个照片，也是算非常有历史的啦。啊，旁边那个照片是我们跟社区的活动哦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感觉讲咱圣堂，我们圣堂一定要开放啦，一定要走向社区啦。咱若干那关门，你才家己欢喜哦，咱一拢无机会啦吼。所以，我们像西罗天主堂，就是经常会跟社区举办一些活动，也许近期看不到效果，但是那个一定有，一定会有的。那个种子撒下去，一定会有的吼。即种个社区个青年的一挂活动吼，我再在灵洗啊，大概最近灵洗的情况，像左上角这个是前一阵子12月初灵洗的。啊，一位新娘哦，她也听到你有灵洗的啊，最近结婚的哈、哦，哦，这个都是最近灵洗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所以咱教区咧推动讲，圣堂咱甲今年2019年年底，咱以咱进堂率的10%就讲，你进堂你若普通80个，你就希望定目标8个领先，那100个就10个啊。我们圣堂已经。有5位灵洗了，对去年8月到即阵安尼哦，已经有5个灵洗。啊，5个灵洗，我必甲恁讲哦，迄个时阵，迄个福传村，咱有参加迄个福传唤醒仪哦，足侪人参加吼，伊甲咱教一步讲安怎，教一步讲啊，自明带道。啊，真正迄真正，阮甲学起来吼，阮开始翻两礼拜，阮开始先倒转去红签，开始自明带道。啊，真正有效呢，我甲恁讲，真正有效呢。真的有效。我们本来为什么说我已经有5个灵洗？其实2个是教友的新妇啦。啊，过去吼，伊拢唔灵洗啊。啊，过来已经生囡仔，都已经囝都讲要娶某，伊嘛不爱灵洗啊。伊后界，阮甲子明祈祷，大家要甲请，甲伊名请出来哦。大家要甲叫，大家要甲叫，哎，叫真正讲袂啊了。啊，怎灵洗嘿？所以鼓励大家，哎，指名代祷，其实真的不要中断，真的是有效的哈、哦。我们真的是有效的，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哈、哦。啊，大概西罗天主堂整个的历史就是这样了哈、哦。啊，需要大家继续跟关心祈祷了哈、哦。我这个圣堂看可以更加的发展了、哦。啊，我在控制，他说9:50，9:50，结束，多9:49，来，感谢大家。Thank you.